熟，我故意让它写的高值一点。真就让它来一个上窄下宽，真一二三，这个来一个长的，真。来一个更小的，好，笔画虽然字中间通常有小一点的字，还有更小的字，甚至还有非常小的字，字，好，满我们就让它重一点咯，你写字要轻重，快慢，开合，止满。竹，竹放射状，竹，雾可以写扁了，因为等一下那个翼就可以写长，高一低，第一个不出风，第二个出风。你就可以写高一点，上下堆叠，字看起来比较高。乙就可以向左边，但是写轻松一点，上面的字都其实都有点重量，需要一些轻的笔画来调和一下。